谁家大宝贝呀？啊，从外边一回来，哎，就往身上这一躺，看啊，往身上一横，小奶瓶一拎，就开始干上了，是吧？啊，哎呀妈呀，咱不知道这奶那么好喝，你说，你这么喝奶咋不长个呢？就这么喝奶啊？金老板中午他做饭，我说不爱做饭，他说他来做，正好家里有那个意大利面。然后给他啊，他说不吃，那吃啥呀？炒饭，炒饭呢？你可别炒，你炒饭包了硬。金老板每次炒饭像炒沙子似的，个嘴都。还炒饭？你快我炒吧，你切完我炒。这一天炒的饭哈，个愣愣的，完孩子都不吃，哎，没有鸡蛋了呀！哎，儿子，别把手放嘴里。哎，没洗手。大个儿，这大个儿，哎呀，金老板做个饭恨不得把冰箱全掏出来。哎呀妈，有点心动呀，尝尝。你放点那个，对，酱油、蚝油就行了。酱油？你咋没放点绿叶菜呀？就放土豆了？没有。哎呀妈呀，不想呀！哥哥又在那耍熊呢，这个睡醒了，跟脑花睡脑花汗。今老二就爱吃这个饼，啊，你吃吧，不热了现在，啊，吃吧。他跟我一样像面食，啊，哎弟啊怕。哎呀哎呀啊，吃吧吃吧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跟妈妈似的就爱吃面食呢，面条不饭也行，就是干吃大米饭，面条，馒头花卷都开始了，然后单饼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嗯，真香呀，给妈妈一个呗，给妈妈一个，不给啊，那不行啊，给妈妈一个。快点，妈妈喜欢你嘛，不是？挖一个，哎呀，谢谢，给妈妈了啊，哎呀，谢谢啊，你看我，那我撕一小块，嗯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妈，那么好吃啊，快吃，那你吃菜呀，老师那不行啊。啊，再给一个！哎呀妈，谢谢谢谢我儿子，这好儿子，真好。嗯，嗯，好吃，妈妈回来去买啊。他吃完了一个，他爸还给他捞，给他乐的。爸爸好玩吗？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装乐假乐，都给我，嗯，得，别摸啊，嗯，就爱吃这饼，就爱吃饼，你真是啊，你得真的，你得回中国生活去，这是个中国娃，嗯，哎，真好，大眼兜溜的哈，就爱吃东北饭，你说说，等长大了整点大葱是吧？大葱蘸大酱，跟你爸似的啊。整点，哎呀，那就带劲呐！冰冰，不干呀，哦，看这个大螃蟹了，啥都知道。来，带金老大剪头发来了。
那啥呀儿子？乌龟呀，哦，螃蟹。嗯，嗯，什么奥迪？螃蟹。人家阿姨说带他去看乌龟，他就去了。哇，拿下来了。哇！哎呀！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哇！爸爸，爸爸，给木得的。哦，新鲜的。他们可喜欢青龙儿。好高！好高！看他长什么样子。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这个在剪头发。这个就跟着漂亮的姨母走了，不搭理我了。嗯，走吧，走，我马上走吧，走吧。嗯，妹妹，哥哥好看吗？哥哥剪完头发好不好看？啊，头发，头发。现在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上桌子趴着去了，走了。嗯，你莫银赛哎，俺爷给谁呀？银赛哎，走了，走了，俺爷给谁呀？快点鞠躬，嘿嘿，咋不鞠躬呢？来来鞠躬，嘿，咋不鞠躬呢？儿子，哎，外边还在下雨，已经下了一天了，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。剪完头发，我们买了点吃的，然后现在要回家。我今天特别想吃猪蹄儿，然后去超市买了弄好的猪蹄儿，然后买的米肠还有年糕，对啊，还有炸的，我们今天就吃这个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嗯，咋的了？那啥，咋的哟？你刚刚吃饭咋不放大桌子，搁那小桌子吃啊？啥？哪个？这个？这没熟，一会儿妈给你煮呢就。煮鸡蛋，这有，那你煮鸡蛋，煮煮煮煮煮，不是大年糕，这个大年糕这么大呀？哎呀，这小猪蹄儿老好吃，老香了。哎呀，啊，没有这样小的吗？那小的好吃啊，你看我很。这是米人嘛，那个是三儿。嗯。老软和了。吃完这个。你这肯定行。嗯。今天你买肉。老二老爱吃这小猪蹄了，看那小嘴吃的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这是骨头吧？嗯，哎呀，香吧？这哪啃？嗯，哎呀，真香啊！不 ，Q 弹 Q 弹的是吧？哎，看那小嘴吃的，哎呀妈，叼走了咋还给？那个搁那干啥呢？那啥？啊？那个搁那干啥呢？躺尿不湿上干啥呢？你俩离远点啊，一会儿又打起来。啊，是吧？看外面是。你告诉我的。你告诉我的。这个眼睛挺的。那个喷的。咋的了？喷的。妈呀，猫呀，爱给呀，猫呀，还是孩子？爱给狗呀，你。啊？猫宝宝。爱给狗。嗯。睡觉吧。有吗？啊，嗯，猫猫哭了，哭了，我摸你，哦，怎么办呀？我摸车上，你最好玩了你，你最好玩了你。